这三个词咱们区分一下吧，长相是不是都有点像呀？好，记住啊 ,CK 是个字母组合，总是发清辅音的 K。好，咱们先从发音上下手，第一个读作 clock,clock, 第二个是 cock,cock, 第三个是 cook,cook。好 ,clock 作为名词就是时钟点钟，作为动词叫打卡。来看看同学们啊，这个钟表不走了 ,this clock doesn't go。好，钟表不走了，一般现在时。再看作为动词，我得九点前打卡 ,I have to clock in, clock in 就叫做打卡进入了，那么 clock out 就是退出打卡。好 ,by 9 o'clock, 九点钟之前 ,by 在这里呢相当于是 before 9 o'clock。那么 cock 作为名词就是公鸡的意思啊，公鸡。来看，每天早晨这只公鸡都会打鸣 ，Every morning this cock will crow。好，这个公鸡都会打鸣啊，在美式英语当中呢，这读作 rooster 啊，所以说两种说法都是啊，都是公鸡的意思。好，而这个 cook 作为名词啊，作为动词叫做饭、烹饪没问题。那么很多同学会搞混啊，作为名词叫厨师啊，厨师而不是 cooker，cooker 是炊具的意思。好，汤姆想成为一名厨师呢 ,Tom wants to be a cook, 这里是名词厨师的意思。好，今晚轮到我做饭了 ,Tonight is my turn to cook, 做饭作为动词。至此呢同学们学费没学费的请打 ,100。